有班同学是那种一下课就精神，一上课就困。有很多同学问我，学霸不会困吗？其实，我先不说，我现在给两个清华同学打电话，问问他们。能听到吗？能听到。我有两个问题要问你，你上课会困吗？会，我写到大学上课特别困。困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会转移注意力，然后开休息了，或者让别人瞎。我懂了，我觉得非常有效。好的，谢谢你。Hello， 谭姐，你上课的时候会困吗？那当然了，就是你困的时候怎么办？什么时候闹钟的时候就喝水和吃苹果吧，但是睡了。我太难了。我的建议是，第一个，高效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，该睡觉什么就睡觉，不要熬夜。你们也听到了，学霸也是人，也会困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如果你上课的时候困了的话呢，你可以喝口水啊，或者是站起来一会儿。即便是在上课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勇敢地问一下老师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有点困，我可不可以到教室后面去站着听一会儿讲？”老师也许会很支持。